全军出击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还加热加热，你是真恶心，你是真恶心，我已经闻到味儿了。带俺问问土地老。没有一家是全 AD 的。好，我们打个间接。要刷我弱点，那不可能刷，你别想刷弱点，不可能给你刷。第一个弱点在我屁股后头，我就不可能给你刷。来，直接一 A， 吃兵，再 A 一下，扣我，一小兵加一人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。等个三秒啊，正好我们升级有扣。好了，兵线可以推进去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推一下吧。打不相识，他也不跟我打。去右边插个眼，二级是剑姬的强势点啊。等他扑我们闪，这没办法了。这是包女来的有点快，我们的含羞贝蕾还没打完野呢。我不推了吧，这包女又来了。 EAW 双扣，你们老绕我，有点烦人，没完没了。我这波可能要被单杀了，这没有技能了。我就想补一个车。你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哎，人家赶客的时候你在刷，人家赶客完了你宝宝就死了，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哎呦，闪现平雷，小兵，还给换掉了。买了把长剑，他应该装备不会比我好太多，还好其实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好气哦，上波没技能，让他给杀了，好生气哦。点，拔不能点，再点，推一点，致命点炎，平 A 给我交闪。要闪现，有妖气。行，扣一下塔吧，回家了。我们这把出三项啊，剑姬这种东西可以出个三项。来个耀光，加个皮鞋，正好对面也不是很右，那鳄鱼啊也没啥玩了，咱可以来个三项。
六级飞打。试一下。A 滑滑溜 ，A 别双坑转起来，一个 Q 卡 ，A 四 E A 死呀，这都没死，这个药啊，我征服者满上，打不死我。你把他针眼给我排了，我回去收兵。为什么刚才我抠那个剑筋儿抠不到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吃饼干，吃饼干干啥呀？我的血线又没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，吃饼干干嘛呀？不浪费吗？你看这波剑筋如果敢上来跟我们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吃饼干。一看 ，A 抠吃饼干，平 A， 再 A 打过去。五个车，这是伤害太他妈高了，这，而且弱点刚好刷他右边一个。这波怎么会死了呢？这波其实不应该死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这英雄伤害是真高，你要搁个别的英雄像什么武器啥的鳄鱼啥的就不会这个样子，就能打得过。吃他一层打皮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你到底打不打？嗯？你到底打不打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打架呀你？你咋这么怂呢你？打几波了也不打架，包女又来了，你们自己数一数那包女上来我多少趟啊？你们自己数一下子。来，含羞蓓蕾，他没有大。我忘记看他有没有 R 了。我因他扎我一镖，正好他 Q 一下 R 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把他反杀了。我觉得这波不应该死的，我没太瞅他有没有 R。谢谢丝丝甜甜。我都三项了，你的隔绝战斧呢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哎，剑筋不能去中，去中也没用。他百分之百是往上走的，刚才回家了。护甲还。Shut down.
Enemy double kill. Q 兵。哦，你不吃兵？你想想俺老孙的本事吧！真是猥琐。就非得就我上你才能打是吧，就只能我上。都错了，这波这弱点刷的不好，得换个位置了，没有多少血了。换吧，一小兵 Q 人 A 段子来点人 ，W 那个盖段。看能不能把他塔都给他吃了啊？差不多，三项的话是差不多。防止他传送回家了。啊！我操！挺有意思啊！秦王要柱。下件装备来什么呢？想一想啊，鳄鱼、包女、剑姬，可以先来个十五，其实。这样抽吧，死刑宣告，小木锤，忍者骸加上个扫描。中路这劫挺厉害的，中路这劫自己呀、啊、打鳄鱼能打成这个样子。哎呦我操，这劫手真快呀、啊、嗯，这劫这是给我装 buff 了呀，我不交大好了，我要知道他必死我都不带交大的。教这大招没啥意义，别教 W 者啊，教了吧，刚才剑姬人没出来。二塔拆塔快不快？快吧，一个防御塔十秒吧，差不多就没了。他们家轮子妈不算特别肥，还好，这把还可以，挺好打，不算特别的肥。2000块，差300。剑姬挂机了，都搁上路呢吗？就一 A 点燃转起来 ，W A Q， 你真敢过来呀！给我锤他，别踩夹啊！真敢来，这防御塔也没了，老快了，我踩塔。回家。
这个卖了，补个这个，配点吸血，有点小脆，现在稍微有点小脆，1700来滴血。其实应该死刑宣告给他换成小反甲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小蛤蟆拿一个。然后我们去下路待，这边的塔已经被我差不多都拆没了。费劲打不死拉倒，那潘森踩他就直接就 W 了，就晕回来了。看起来了，我们不用支援啊，这边这用不着，直接拆下路这就行了。你那峡谷先锋到底还放不放了？就一 A 再收他，EAWA2 段血来，再一个 Q。 我先把这二塔也给他拔了。哟，潘森谁呀？潘森，哎，这个潘森抽毛抽的好快啊，好快的毛啊！不拆了，都给你拆没，你再放啊，你再打。我帮你杀的，先杀的包子啊，闪现走，这级抽拔爆流往右下角拉，一小兵抽一下，我们死了，这没办法，可能没有大了，把这个卖了，九头蛇破败，我来个九头蛇吧，破败就不要。九头蛇退线快，我儿全杀了，差不多能全杀了。看来刚才这个兄弟啊，也是一个高手，也是一个高玩，能看得出来我儿都能杀了。不要刷屏啊！不要刷屏！你要追寒冰啊！完蛋！简直是完蛋！好杀应该鳄鱼，没事，我有加一速。他390，我也390，我凭啥390一速啊？我跑也太慢了吧！你跟我打，你俩 Q R 转起来 ，E A Q 再转，这扇子妈今天必须得死。你也得，你打得过我？我有吸血，你打得过我？那鳄鱼没有大，还好。哎，真敢上啊！这剑精，300块，轮着妈我估计也够呛，轮着妈也得死。
这鱼要刷寒冰了，一 A W 一接两个坑，杀死了这个坑死。唯五杀，唯五杀吗？哪有唯五杀呀？有唯。